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圆梦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iana。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屋企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医生。Hello，Diana， 你好，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会讲下孕妇嘅痔疮问题。咁孕妇咧好多时咧都有可能有便秘嘅问题啦，同埋咧因为咧佢个胎儿嘅压力令到佢咧会有痔疮嘅出现。咁袁医生，孕妇有痔疮应该点算呢？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痔疮系我哋嘅植物。那個植物腫脹即是谷住了它，咁植物回流不到咧，咁會有腫脹咁啊出現咧嗰個痔瘡，即係肛門嘅植物嘅腫脹嚟嘅。好啦，咁處理方面咧，第一就係嗰個食物啦。但我知道咧，因為便秘一個主要嘅原因嚟嘅，咁我哋食得多啲食物咧，係令到我哋嗰個加多啲纖維，令到我哋糞便軟化啲，容易啲排出嚟啦。咁就食多啲完整嘅谷類啦。新鮮的水果啦，或者乾果或者植物啦，咁食多啲豆嚇嘅邊，因為豆嗰啲纖維咧係容易吸水嘅啊，即係同嗰啲木嘅纖維啊，嗰啲其他嘅同嗰啲蔬菜纖維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呢種嘅纖維咧係容易吸水，咁令到你個糞便咧係軟化佢嘅。咁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咧，就是、當然飲水啦，係咪？每兩個鐘頭咧。即是飲一杯水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幫助我哋個糞便個排便嘅。好啦，咁有啲咩食物要避免呢？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任何食物呢令到你身體難於消化嘅，咁梗係唔好啦。譬如嗰啲肥膩嘅嘢啦、煎炸嘅嘢啦，同埋好多一般嘅垃圾嘅食物呢，通常呢係盡量都係唔好竇嘅。咁同埋有好多食物呢係嗰個飽和脂肪特別高嘅，喺呢個階段都唔好竇嘅。咁亦都有啲孕婦咧，發現咧飲牛奶都唔得嘅，牛奶咧係令到佢容易便秘啊。咁所以呢啲食物咧，即係大家自己感覺得到係有問題嘅食物咧，就盡量要戒一戒佢啦。咁有啲咩自然嘅處方可以處理到呢個痔瘡問題啊？好啦，喺自然醫療嘅痔瘡嘅處方咧，第一首選嘅工具咧，簡單啲咧就係一個車前子啦。咁其實車前子係咩嚟嘅咧？係一啲纖維嚟嘅。是啦，一種纖維粉，嗰種纖維粉咧係特別咧係容易吸收水分嘅。咁通常咧，我哋就會用嗰個車前子啦。咁有時呢個痔瘡有埋又痛啊，又埋出血嗰啲咧，係更加啱用噶啦。咁通常車前子咧係一種粉狀，我通常咧就開水咁樣嘅，5-7 gram 啦，咁啊加啲水咧，咁10 ounce 水咁樣嚟到沖落去飲嘅。咁呢啲車前子其實係一種纖維粉，發得漲嘅，吸得水多嘅纖維粉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咩咧？亞麻籽油。亞麻籽油咯，係咪？亞麻籽油咧，佢本身你知道咧，油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嗰個滑腸嘅。咁同埋加上佢有個必須嘅嗰個脂肪酸啦，係改善我哋個組織嘅嗰個康復嘅程度啦。咁亦都即係一個係一個。幫助呢個嘅那個痔瘡啦，咁但當然啦，有啲人咧對嗰啲油咧係特別敏感嘅，譬如如果叫你飲一兩湯羹油咧，可能有少少會有啲係吐瀉啦，咁呢種情況之下咧，你就唯有減個份量啦。但喺我哋咧，我哋一向咧，我哋都建議咧，啲人咧就用我哋嗰個朝頭早嗰個 Super Green Cocktail 嗰個葉綠素 Body Green 啦。一盒啦，佢本身有個殼啦，咁啊倒一湯羹嘅亞麻籽油啦，咁啊再用嗰啲白葉籽啦，咁啊再用一啲即係我哋嗰種蛋白粉啦，一種植物性嘅蛋白粉啦，加水，跟住攞攪拌機攪，咁就成杯咁飲，
通常我自己喝了这些这样的、早餐之后呢，我是不会饿的。我可能由比如九点零钟八点几钟喝了呢，我可以工作到下午三四五点钟。嗯，我先觉得即係覺得啊，可以去食啲下午茶啊咁樣，咁完全咧係中午唔需要食任何嘅午餐噶啦。好啦，咁除咗啲亞麻之後咧，仲有係咩咧 ？Bilberry 啦，覆盆子啊 ，Bilberry 啦。咁呢個咧亦都係一種我哋叫做 anthocyanoside 呢種一種嘅幫助我哋咩咧？呢種嘅物質咧係覆盆子咧係幫助我哋嗰個血液循環啦。同埋加強我哋嗰個微絲血管壁嘅韌度嚇 ，bilberry 啦，一種抗氧化嚇、啊。好啦，咁最仲有咧就係、是、嗰、那個witch hazel 啦，witch hazel 咧係金柳梅。咁呢種嘅 witch hazel 咧，通常咧如果遇到痔瘡咧，係可以查喺嘅。即係有時候咧，你會睇到有啲痔瘡膏咧，其實主要成分咧其實係咩咧？係嗰個用呢、這個。嗰、那個 witch hazel 嘅、，OK， 好啦，咁最仲有咧就係、是、用咩咧？就係、是、用喺嗰、那個用嗰個益菌啦，係咪？就係、是、我哋講到咧，腸道嘅益菌咧係控制我哋身體整體健康嘅。咁我儘量咧係進食翻咧係多啲嘅益菌。有啲益菌咧係我哋而家公司有隻係有成12隻嘅益菌，唔同嘅益菌喺度嘅。腸裏邊成過千種嘅嚇，咁所以益菌咧係唔怕多嘅，佢會自己控制嘅，你唔會話過量嘅。因为佢多咧，佢自己会慢慢咧，佢唔会再自己再生噶啦。咁佢个份量会控制得到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叫做生物类黄酮啦 ，bioflavonoid 啦。咁通常里边咧有 bioflavonoid 里边含有一啲叫做 rutin 啦，嘅芦丁啦，或者 hesperidin 咧，系橙皮根呢啲咁样。呢全部都系一种叫生物类黄酮嚟嘅，亦都帮助我哋咧系处理嗰、那个。那個痔瘡啦，會減低佢嗰個腫脹啦，同埋咧係防止佢個流血呢個嘅。咁最後咧都係我哋 green drink 啦，我成日講嘅 barley green drink 啦。咁起碼嘅主要成分咧有個螺旋藻啦，有個綠藻粉啦。其實佢好多好多嘅，我哋公司嗰只 barley green 咧，其實一個好好嘅、好全面嘅一個營養餐嚟噶啦。好啦，咁除咗草藥啊。營養素之外啦，咁仲有係咩咧？當然係同類療劑啦。當然係同類療法啦，因為同類療法咧係，即係同類療法咧，記住咧係一種天然嘅稀釋咗嘅藥，佢就唔係一種營養素，即係我哋通常唔會用同類療法咧當係食物咁去用嘅。但同類療法咧對於治療病狀咧係一流，係快靚正。啊，冇咩醫療咧嘅藥咧，係快得過同類療劑嘅。好啦，咁喺同類療法裏邊咧，我都揀咗咧有好幾隻啦，係幫助到孕婦嘅嗰個痔瘡啊呢一個嘅問題噶啦。咁其中一隻咧，我哋叫做咩咧？叫做 Aesculus Hippocastina， 我哋英文叫做 Horse Chestnut 馬栗子啊，馬栗子。咁馬栗子咧。通常咧係對痔瘡係非常之好嘅。咁通常呢啲嘅痔瘡嘅症狀嘅馬栗子嘅症狀咧，佢感覺肛門咧就好似有啲鏟咧去篤佢嘅啊呢種咁樣嘅。咁馬栗子嘅除咗有痔瘡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佢同時咧係伴有腰背痛，尤其側邊咁嘅腰背痛嘅。咁遇到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嗰種痔瘡咧好似有啲木杉喺度插落嗰個肛門嗰度，嗰種咁嘅痛症啦，嗰種痛咧就會走上去腰部嘅。咁呢個係馬栗子嘅症狀嚟嘅。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如果你個痔瘡係又即係變得好脹、好大又好痛咧，咁好似我哋好似一抽菩提子咁跌出嚟啦，咁我諗咧就蘆薈啦 ，aloe vera 呢個嘅療劑噶啦。咁當然咧呢種症狀咧都係攞凍敷會舒服啲啦嚇。咁、啊、呢個係一種蘆薈嘅療嗰、那個症狀嘅嗰、那個嗰、那個痔瘡嘅療劑啦。好啦，跟住咧就鈣啦 ，calcium fluoride 啦，係 fluoride 嚟嘅，係 calcium fluoride 係叫做氟化鈣。Calcium fluoride 是氟化鈣，通常呢 Cal fluoride 的幫助呢是幫一些流血啦、痕 的痔瘡啦，當然通常都是一般痔瘡都會有很多情況的，下腰背又痛啦，通常呢
又有很多氣體啊，同埋便秘。咁 Calflu 咧係不化鈣咧，主要係一種彈性炎，即係你嗰、那個那個肛門咧嗰、那個植物咧係失咗彈性啦，咁所以咧係可以採用呢個 Calflu 就係嗰個不化鈣呢個療劑。好啦，仲有啊，個療同個療法嘅療劑處理嗰、那個。當然痔瘡是一個很 common 的問題，所以能夠用得著的療劑呢應該是相應都是比較多的。還有一隻就是呂宋芒 Ignatius Amara 姓 Ignatius Bean 呂宋芒，當然這個不是芒果來的，這個是通常呢有一種痔瘡，它的症狀就好像有些是篤它的或者刺痛的、okay? 加上呢個肛門是一種抽緊的感覺，是一種 spasm 的感覺，而通常呢情緒會影響它的，一些不愉的情緒就會令它發作的、這個就是呂宋芒的症型，記住呢是情緒影響得到，還有一種刺的，是一種有一 種針刺的，有一種尖銳的東西在插的痛，還有肛門是一種抽縮的 spasm， 這個症型很重要，抽縮樣。好了，還有一個療劑馬前子了，跟大家講嘅馬前子嘅人咧，通常咧係文明人嘅地方成日用啦。長期嗰個食埋曬嗰啲煎炸熱毒啊、飲酒啊，個肝都已經差曬啦，所以成日咧有長期嘅便秘，咁跟住大便咧要好死谷死谷死谷嘅嚇。咁、通常咧呢種人咧，這個女性咧都比較敏感啲，怕凍敏感啊，怕聲音啊，好多嘢都係波及到佢嘅。好啦，仲有咩咧？還有一個療劑很過癮的，很過癮的療劑的、我們呢叫做 Ratania、是叫做呢拉旦尼根 Ratania Root Ratania、Ratania Root 這個療劑很有趣的。通常這個療劑的症狀就是說呢，每次大完便之後呢痛苦不堪，痛很久的，那種痛呢好像有東西是切割它的，哇，這麼慘，好像呢是那個肛門是坐在碎玻璃那裡，哇，那裡這麼恐怖的。好，如果你遇到這些這樣 的症狀，就每次大完便之後那個肛門痛到好像有玻璃碎切它、就不要忘記呢這個療劑是 Ratania 好了，最後呢就是療劑硫磺啦，硫磺呢通常用在一些比較、大一點的、痕的又興的又燒的嘅痔瘡啦，咁通常夜晚黑會差啲嘅啦。咁你望睇肛門咧，望落去咧，肛門咧係直情好紅嘅，好發炎嘅。咁同埋好多時候咧係放臭屁啊。咁呢種咁樣嘅症型咧就係硫磺型嘅症型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可以做到啲咩咧？我仲可以用咧就係我哋叫做坐盤啊，即係 sitz bath 啦。係啊，即係大家有一個即係如果香港可能都街邊都買到一個坐盤。咁咧就攞啲暖水咧，係加啲香薰油咧，係即係淨係攞暖水咧，都可以幫到佢，即係坐盤嚟到處理呢、這個呢、這個痛症嘅。咁最後咧就簡單咧就係行路啦，係咪？即係香港好多行路嘅地方嘅，嗰、那個咁呢個咧會加強你嗰個血液循環啦，令到你個大便咧係比較咧暢順好多嘅。Okay? 多謝曬袁醫生今日嘅分享。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用 Skype 和 iPhone 的 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lceradio.com，或者上回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多谢袁医生，多谢大家收听，拜拜。拜拜。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的，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就买多个分享下给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在六